行，早安。你为什么在抠脚脚？你在做早安瑜伽，是不是？哦，怎么厉害？好了，睡宝宝了，小宝宝睡宝宝了哈。早安啦，小泳裙。吃午餐，吃午餐啊！嗯，好吃。你吃粥粥，妈妈吃包子。好了，知道知道知道。嗯，喝咪咪，妈妈喝。你脚脚要翘这么高，脚脚翘这么高比较好喝，是不是？啊，小泳裙有妮妮喝。
慢慢呢。饿饿了哈。Happy Nanny Time。等一下喝完就可以睡一下，喝完睡一下下，睡个午觉。就睡觉了，然后我就睡觉了。好呢，小鸟群呢，昨天那个小薇公主，小薇公主念到说，哦，她把刀丢到海里。哦，然后亲吻王子说：“王子再见了。”说完就跳入海中。好，然后，大概哦，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渐渐融化，然后感觉从海上的泡沫中轻轻浮起来。我会到哪里去呢？他不禁自己问着。于是奇怪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你已经成为微风天使了。”因为你虽然受尽了人世间的痛苦和悲伤，却仍然拥有一副和善的心肠与慈悲的胸怀，因此上帝感念你的真情，特别赐给你新生命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和我们微风天使一起踏上向人类播送花香的旅程吧。雷公主举起透明的手，感谢上帝，眼泪在不知不觉中流了下来。船上这时起了一阵骚动，醒来的王子和新娘到处寻找人鱼公主。很快的，王子发觉人鱼公主已经跳海了无踪迹。那么可爱温柔的女孩，王子和新娘噙着泪水出神地注视着蓝蓝的海浪，已经飘飞在天空，成为人们眼中看不到的人鱼公主。在新娘的脸上亲了一下，也送给王子一个微笑。微风天使们说着：“我们到处巡回，把芬芳的花香带到有小孩的人家或庭院，即使是偏远的国度也要送去。花香可以带给人类快乐，不但可以使人们精神饱满，甚至还可以使病人恢复健康，促进生活的幸福。让王子和新娘也分享人类的幸福。”人鱼公主点头微笑地说，然后随着微风天使们乘着玫瑰色的晨曦缓缓飞升上去，结束了。好了，小鸟群准备睡觉了啊，赶快睡觉觉了，你赶快刷牙睡觉。好了，小鸟群眼睛闭闭睡觉了，我把剧烈回啊，妈妈要关灯了，你眼睛闭闭睡觉。
猪猪还有给露露陪你睡觉，肖用群晚安，摇头，好了，晚安了，关灯了，嗯，为什么一直在摇头？哦，肖用群你要上班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知道你要上班了，嗯，啊，跳舞嘞。你又拍我内裤哦，刚好，哎，你还拍过来，你要被呛。哇，跳舞，肖用群跳舞好棒哦！啊，上班了，上班了，好不好？你喜欢呢，你喜欢摄影机，你喜欢上班，对不对？对，赚钱钱。啊，跳舞嘞？嗯，好了。要上班了，嗯，要上班了，上班了，上班了，上班了。啊，不想上班。啊，想请跳舞，跳舞，上班跳舞。就动个那两下，是不是？踢个两下。